哎，媳妇儿，给你200块钱，我让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。哎，为什么啊？借个200块钱呢？我给你300，让你干嘛你干嘛。行，那你吩咐吧。500给我。哎，为啥？凭啥？不对，你这200哪来的？我从你包里拿的。你抖音。